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云南省鹤庆县，这里距离丽江有30多公里，这里是大理到丽江的高等级公路，也叫机场公路。从这个公路下来200米。下来200米，这里就是潮海湿地公园。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适合驻车露营，更适合在这里野炊吧。我一般比较喜欢在这种即将进城的地方，把晚餐在这野外吃掉。我尽量回避在那种人群嘈杂的地方去做饭。在那种人群嘈杂的地方去做饭，总是容易引起围观。其实所谓围观，就已经是一种叫做对公共秩序的干扰吧。房车出行低调很重要，尽量不要引起围观，不要给社会秩序造成困扰。否则的话，房车旅行太过于招摇，注定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。选择在这种地方山清水秀，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。晚餐做了，会很舒服的，看着这种野外自然风光，看着夕阳，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当地人都在这里钓鱼。这冬天，来自遥远地方的各种候鸟，冬季虽然没那么绿色好看，但是有候鸟可以看，也是很美的。具体地理位置，我在视频的后面会提供那个地图的。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次再见。